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叫 Fatima Najihah。我的小声号码是2016E，我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的学生。我想说我的一点，今天是3个月是西里我的哥哥的生日，我想请他吃麦当劳和看电影。我的哥哥很爱吃麦当劳和看电影。今天早上，我的哥哥问我，如果我可以帮助他做些报告，我说我可以帮助他。然后我们准备去国务中心。上午是2点，我和哥哥去国务中心。我没有钱，所以我去马来亚银行提款，然后我们就看电影。3小时后，我们去麦当劳吃饭。下午是2点30分，我们的妈妈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我告诉她我们在国务中心。妈妈告诉我们回家，因为我的爸爸不舒服。下午18点，我带爸爸去检查。医生说我的爸爸发烧。我告诉医生给我的爸爸2天病假。医生记得我的爸爸知道要多喝水，喝多休息。我帮助爸爸买医药保险。现在晚上是12点，我要睡觉和休息。今天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可以请我的哥哥和帮助我的爸爸。再见。